好了，今天我们吃货们有一笔丰厚的奖金要来发给吃货们，可是因为你们有三个人，我不知道怎么分，所以我们就用夜市比赛来进行对决。好，今天我特地准备了击败鸭的游戏，你们只要把鸭子给击败下来，就可以分出胜负了。好，好，我们来介绍一下哈。首先，我们的玩家 Paula 手上有一把枪，他呢用他手上的枪来进行一分钟的击败鸭挑战。每一只鸭上面都有分数，有5分到20分。一分钟之内，你击败获得多少分呢？我们再来比赛，天天跟莹莹。好，最后的人将来进行最终奖金大挑战，所有的现金打掉多少就是他的。请看 PC 啊！哇！好啦，第一位挑战者就是 Paula。好，好 ，Paula 加油！不要打太高分，等一下。我们的黄色小鸭们，努力的奔跑吧！等一下，还好多子弹。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预备。啊！对不起，不能叫。还没开始啊？还没开始，还没开始。怎么可以偷跑？开始啊！哇，好难。没有。有没有？第二把一样落空，第三发，落空，落空，我们从它中间飞越，好棒啊！有了有了，就是刚才那样，好难哦，剩三十秒，还有30秒，好紧张哦，差一点就中了，你要二十号出现了，20号出现了，20号。20分的，我差一点呢、欸，20分的，哎，接子弹，地板还有子弹，地板怎么办？哎，现在刚好5、4、3、2、1，最后一把剩20，真的？我总共得几分？5分，10分。20分，总分35分， yeah! 总共3只小鸭，碰到其中一只最小的击败鸭，好强啊！真紧张，好像真的很难哎、欸。小鸭我击败你了，你都会在脚上装暗器，大家看，对，你要把那个子弹装在脚上，这样进入餐厅的时候有没有？就不会被发现，偷拿装子弹，装小刀，还可以用的，我们笑死了。第二位选手是甜甜，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已经获得35分了，他击中了3只小鸭。对，甜甜准备，还没，还没有。好好好，好紧张哦。3、2、1，Go！ 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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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噔噔噔！直接抢攻20分哦！20分哦！又来又来了，20分！哦！哎、欸，他几乎百发百中哎、欸，因为他子弹还超多的。这个剩下一半的时间30秒哦！先射完吧，停手了吗？好紧张哦！剩下20秒。甜甜已经开始在拔他脚上的子弹了。甜甜开始慌了，他开始慌了，不慌不忙，送啊！这么秒，你真的有在秒？我没有啊。女射手，女射手，有一点耶。那你可以去参加那个。哎呦，在啊！结束。没有用完。5分。5分。10分。10分。还有2个20分，我拿到2个20，甜甜的总分是55分，好厉害啊！我本来今天先落选了，我已经没有了。好了，你先落选了，还有机会啊！回家。最终的挑战者是龟兰莹莹。好，我会加油的，各位。龟。
欸，你觉得刚刚用你脚拔装在这里，我可以这样吗？用脚拔的话，那个比较耗时，你那个手腕会限制你手枪的攻击范围。哎，感觉好像挂在手上，因为它要放左手，好像会有那种感觉。要不然你要弄另外一只手。好，我来用另外一只。不行，你要怎么拔子弹？哦，对耶，大家，哎，你不要害我啊！不是，怎么拔？怎么拔？好，还是在这边好。我看看。来喽，预备，开始。你们他这都没有瞄准，我没有瞄，还是有小瞄，我乱射。预备 ，Go！ 哇，好难哦，太低了，太低，再高一点。哇啊！我去，哇，差不多。小燕，我来喽，我知道喽。你被你要塞进去，嘿、欸，这碰哎，已经剩下四十秒了。哦，结果我的困难是我连枪都不会使用。今天获得2600。